我的天，是一个勇敢的牛头人战士。虽然我只有一级，但就连一百级的恶龙，我也不放在眼里。救命啊！妹，我到底为毛要来打恶龙的？闲的蛋疼啊！ 开始讲述这个真心动魄的故事前，先介绍一下我的两个跟班。这是傻麦，我的头号脑残粉，一个话很多的母牛。这是猎人，我的保镖，自称智商250。我们三个人在一个叫做新手村的地方愉快地玩耍，直到有一天。 你个蠢蛋！你都一级多久了？什么时候才肯去做新手任务啊？少来这套，换你会去做这个坑爹任务吗？不就是杀掉一只一百级的恶龙吗？那为毛你的新手任务是杀掉一只一级的野猪呢？每个人的新手任务都不一样，你不试试怎么知道？废物牛，你自己看看，你天天都干些什么事儿？老板，账先记着。你先把昨天的饭钱结了。欠钱。快给钱！ 你再往废铁里加石头，我就把金币塞你鼻孔里去。骗钱！ MT 哥哥，你给我两枚金币，我能给你变成一枚。啊，真的吗？快给我变一个呗！来，浪费钱！老实说钱，多伤感情啊！伤感情？你什么德行？老娘还不知道？哼！哎，长板，你就不会理解一下一个无助新手的痛苦吗？想变强就去练级做任务啊！做嘛，一百级的恶龙，我就一级，这他妈是新手任务吗？那你就耗在一级一辈子吧。你不也只有一级吗？好，给老娘等着，老娘马上就去做任务升级，把你甩得远远的。给我看着，今天我要杀二十头野猪。喂，既然你求我，那我就改天再去吧。 征服石头帅气的公牛。哎呀，受伤了，改天再去吧。消灭五个超级赛亚人。哎呀，下雨了，改天再去吧。傻妹天天在我耳边嘚嘚嘚嘚，烦死我了。 我决定出去旅游一次。哎，终于决定接受新手任务了。嘿嘿，被你猜到了，我偷偷的把新手任务做了，让傻妹什么不想看我。那你要是没完成新手任务呢？可我这种事情到时候再说。哦，傻妹来找我的话，就是我去潇洒了，不要告诉她我干嘛去。小心村外的野猪。出发。 好像还没接任务，第一次做任务，心里还有点小激动呢。哎呀，傻妹，我们什么时候去练级呀？你慌什么？没看见我在帮 MT 研究他的任务书吗？我只看到你把任务奖励的那一页给偷偷撕了下来。说起来，完成任务竟然奖励一位公主，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啊？不就是个打恶龙的任务吗？新手村去哪儿找恶龙啊？ 这可强烈了，回去新手村大家一定崇拜我。欢迎来到死后的世界。
谁在和我说话？这边。抬头看，你触发了灭世任务，从此刻开始，所有一切都会被破坏，只有你才能复活。完全不知道在说什么，算了，复活去吧。我去，真的复活了。你说什么？找死啊！哎呀，我说你们关心一下新手村行不行？什么破新手任务啊！害我少了一条食材之道，没钱我要怎么活下去啊！可恶！恶龙，这都是恶龙的阴谋，让我们没办法练级。说的对，但我们以前好像也没练过级。早知道我就勤快点多挣点钱了。看来不打败恶龙，新手村是不会复原了。你们两个难道想永远停留在一级吗？一级有什么不好？骗骗钱，睡睡觉，生活烂无边。你怎么一点都不动脑子？任务书又没说不能叫帮手。我们出发，去找等级高的人帮忙。靠，傻妹，难道你就不能真诚一下我们的意见吗？谁还有意见？哎呀，这关我什么事儿呀？我们的线报果然没错，有人触发了灭世任务。哥哥，什么是灭世任务？就是一切重来，死去的人不再会复活，被破坏的地方不再会重建。为什么会有这种可怕的任务呀？看来创世者想重建这个世界了。哥，我们先在这里扎营。辛苦了。现在有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恶龙的目击报告。知道了，看来我们必须除掉这只恶龙。哥，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人了，必须要尽快寻找帮手。大妹，作为全联盟智商最高的我，这种事情我会想不到吗？何况我还是一会之长，更是大元帅。给我听着，以后不许质疑朕的智商。哥，有人说你弱智吗？这叫此地无银三百两。卫长大人抓到了一个低级的部落冒险者。哦，是何来路？是一个牛头人，别的还不清楚。先关起来，通知炊事班，开始削土豆。我们走了三天了，方向到底对不对啊？奇怪，我记得以前这里不是这样的呀。万一出现个暴散狗似的，弄死我们怎么办？虽说可以复活，但死的时候很疼啊。哎呀，傻曼，乐观一点，至少这里没有敌对阵营找我们干架。就是，说起来，我们到底要不要往前走啊？我可不想每次死了以后见到天使姐姐，还要替她话痨。天使姐姐会说话？你们的天使姐姐不会说话？哎呀，这种地方还是不要聊这种话题了。开路。就是。MT 啊，天使姐姐和你说啥了？不是不提这个话题吗？哎呀，你就说说嘛，万一天使姐姐告诉你哪儿有财宝呢？就说我触发了什么盲面试任务，会破坏一切什么的。哎呀，我听说过这种任务，各地会出现大量高级怪物，直到消灭怪物的首领才能恢复世界。我靠，不是吧？猎人好有学问啊！哎呀，这也许只是个传说。传说实现了！什么人是怪物？你要不要为此负责一下？既然你不擅长变成野兽吗？想想办法！赶快逃吧！为什么不相信太阳？那你去相信吧，我不管了。好快！来人啊！哎呀！快挡住他！怎么可能挡得住啊？快跑！
死去了，MT 死了吗？是我害了 MT， 要不是我逼他。哎呀，没想到 MT 真的接到了灭世任务。等等，你是说这一切是那个牛头人触发的？难道他是
阳光，看来这里又恢复原貌了。如此说来，我们必须消灭那只100级的恶龙，否则死去的同伴、被破坏的村子就都无法复原了。很遗憾，你们的伙伴成了牺牲者。我叫安妮，这是我朋友罗德，我们同是部落的一员，需要帮忙的话尽管开口。方砖啊，灭世任务期间岂不是歼灭部落的大好时机？头儿，如果阵营平衡被打破，对我们也没好处。作为全联盟智商最高的我，这种事情我会想不到吗？更何况我还是一会之长，更是大元帅。我看现在已经有人知道你的计划了。Hello， 我叫 MT。有刺客，卫兵！放我出去！我是无辜的，我就是路过。煎饼！哦，有人作伴了。你是谁？哦，这不是 MT 吗？我是神棍德呀。当初我们在新手村一块儿吃过霸王餐的，难道你忘了吗？切，我可是要去打恶狼的。怎么可能记得你这种小角色？哦，打恶龙？你知道恶龙有多少级吗？我这么牛叉都不敢去招惹他，你这是自寻死路啊！你很牛叉吗？那为什么被关起来了？哦，哈哈，我只是一时大意。这是 MT 的新手任务。对呀，谁想到会弄成这样？这是创世者对我们的考验，我们要向前进。只有化解这次危机，才能证明我们的价值。各位，啊，我在想，如果 MT 死了，那么这个任务为什么没被中断？哎呀，好问题。MT 一定没死。你们真乐观。这里是悬崖，我们要怎么过海啊？有一条捷径，看好了。这是一条月圆之夜才会出现的通道，我们称它为幽灵桥。快跟上。哇，新手村外原来有这么厉害的东西啊！不要说这种像八老进城一样的台词。要是 MT 也能看到这风景就好了。一个一级的牛头人，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我们大营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难道我忽略了什么吗？我说头儿，我认为我们更应该关心怎么解决当前的危机。作为全联盟智商最高的我，这种事情我会想不到吗？也不知道是谁刚才还想着趁火打劫偷袭部落呢。大妹，你是在质疑我的智商吗？报告会长，100级的恶龙又出现了。什么？恶龙在哪儿？他好像冲着我们的方向来的。混蛋，怎么不早说？快出去看看。你们认识的人里面有谁能打败恶龙吗？没有，我们等级上限是60级，和恶龙差距太大。你们不觉得那东西很眼熟吗？该死，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。
别担心，他没那么容易死。那个，我们好像又有麻烦了。你好。废物猎人，就不会打个多重射击把敌人都引走吗？哎呀，关我毛事！他们都穿铁盔甲，你怎么不放个闪电猎 ？MT， 闭嘴！没看到啊？MT。MT， 你果然没死。查曼，你怎么了？想念我帅气的脸庞了吗？你知道你触发了面试任务吗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哎呀 ，MT， 我们现在死了，不能复活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刚刚复活没多久啊。哦，你们与其在这吵吵，不如想想怎么逃出去。哎呀，你以为这种破锁可以锁得住我吗？猎人，你还会开锁呢？当然了，你们看好了。天灵灵，地灵。哦，我去，这样要能开，我一头撞死。你死不？我还不快出来！多谢英雄。你这事晚点再说，我们先离开。我说也帮我打开呀。我们先避开卫兵。前方如此混乱，出什么事了？好像是你抓来的那只蠢牛飞出疯牛院了。拿我的弓箭来。没箭就秒了，一点都不给力。别动，不然把你胳膊卸了。来人，都给我捆起来。混蛋，谁捆的我？哎呀，好像有什么东西顶到我了，讨厌。脸红什么？那是我的大宝剑，还不快给我松绑。复活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你也能复活？等一下，哥，这群部落可能具备某种特殊的能力，先别急着动手。都押回牢房，再有人越狱，唯你们是问。是。等等，我亲自押送，省得再出岔子。哦，兄弟，你要来抢我的 VIP 房间吗？抢吗？我为什么要被关起来了？MT， 这不可能！这个牛居然还可以复活，而且不在复活点。这还看不出来吗？这说明他没有受到灭世任务的影响。大妹，作为全联盟智商最高的我，这种事情我会想不到吗？这句话我从小听到大了。小妹，你不懂，不要小看了这句话的力量。他能让你在困境中仍然昂首挺胸。副会长就是信了你这句话才去打的恶龙，现在坟头的草大概有一丈多高了吧。大妹啊，你这么说朕会害羞的。你是谁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，贵宾贵宾请上座。金光闪闪，好厉害的样子。之前有点误会，还请各位见谅。我是世界第一工会迪奥布斯的会长，这两位是我的妹妹，左边比较小的是小妹，右边比较大的是大鳄。好了，我叫 MT， 不要客气啊。MT 啊，我看你一表人才，身手不凡，可不可以透露一下你是怎么复活的呢？什么复活？我就接了一个任务而已。MT， 能拜托他帮我们打恶龙吗？我心怀慈悲，不随意杀生。打不过就明说好吗？这么说吧，牛兄，你触发了灭世任务。灭世任务很严重吗？哦不，没那么严重，只是希望你能和我们一起消灭恶龙。
啊，完全听不懂。我先去上个厕所啊。MT， 我们不是也想打败恶龙吗？等一下。啊？MT， 你要知道，任务是你触发的，你需要为此负责。否则，当一切都被消灭以后，我们就再也回不去了。可我才一级啊，别说恶龙，连猪都打不过啊！你是在考验我们的诚意吗？喏，这些钱够吗？我这么正直的娘，岂是金钱能够收买的？快说，但你要是还不肯，你说什么？快说，恶龙在哪儿？牛兄，稍安勿躁，明早一同出发。哥，这头牛看着挺蠢的，你确定它能行吗？任务既然选择了它，就一定有什么东西或条件是我们没有的。但愿如此。哥，我要提醒你一句，他们毕竟是动物，不要期望太高。作为全联盟智商最高的我，这种事情好了，当我没说。傻妹，你们真的都不能复活了吗？可能吧，大家都这么说的。我也整不好的预感，要不咱们找机会开溜吧？溜？溜哪儿去？钱都拿，不去就炖土豆。当然，我的意思是那什么，那个，你看那些花多美啊！傻妹，我给你摘一朵呗。别担心，果然，只要能复活，堆尸体也能堆死恶龙。看来我们要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这么一个蠢牛身上了。哦，那 MT 是原地复活吗？这个，
不是死了吗？哎，你是谁？我们认识吗？哎呀，正好没吃的，那里炖个土豆倒是不错。哎，别别别，有话好好说，我是一路死过来的。死过来？你没在复活点复活吗？这种事情我怎么会知道？只是每次复活的地点都很奇怪。灭世任务出发之后，大家就不能复活了。什么？还有这种事呢？算了，我是落海之后漂流过来的，你的等级不适合来这里。这样，那带我练级呗。我可不想带个拖后腿的。什么拖后腿的？我可是新手村的霸主，我叫 MT。你当然是霸主了，被鬼龙吓得尿裤子的霸主。信不信我现在下去把那个家伙干掉？好啊，你真敢去，我还真敢带着你。看着，算了，今天染太隐秘，我越来越想拿你炖土豆了。也不知道 MT 啊，嘘，安静，有一股奇怪的气息。还是新的？什么新的？这棵树看上去好大岁数了。他说的是树上的爪痕。附近有猛兽，大家提高警惕。对周围环境的感知力这么敏锐，不愧是亡灵。嗯哼，亡灵竟然还有别的部落猪混进了我们队伍里。我昨天晚上就在了，联盟狗的会长，看来是时候去配一副老花镜了。闭嘴！死人就给我滚回坟里去！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。你不知道我被亡灵偷袭过，屁股肿了两个月。罗德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请你不要这样。你知道只能趴着睡有多痛苦吗？可是，我们现在的敌人不应该是恶龙吗？第一工会会长，原来 PK 技术这么烂，听到这个，我就放心了。其实我只是让他两招，之后我还是赢回来了。那是我帮你打赢的，好吧？真丢脸！会长，为什么联盟部落要打来打去呢？这种问题你问他干嘛？应该问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呀。制定者？哦，制定者就是创始者，创始者做了这个世界，因此也就有很多规则。比如说，每个人的任务书都不一样。牛头人最适合炖土豆，联盟和部落见面就要打架等等。然而灭世任务会把这些规则全部破坏掉。但是创始者为什么要毁灭自己创造的一切呢？或许是违背了创始者的初衷。你认识 MT 多久了？认识好多年了。认识好多年了还是一级？你真当自己是动物啊？哎呀，被你发现了。可我觉得伙伴才是最重要的，虽然我也想升级，但如果没有伙伴一起，又有什么意义？对，这个一定要点赞。也许创始者就是希望一切变回从前，一群小伙伴们探索未知的世界，为一点小惊喜而感动，这才是创始者的初衷吧。只要我们重新团结起来，一定可以证明我们从未改变。哦，那我们要如何才能证明这些呢？我想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大家团结起来击败恶龙。都去休息吧，让朕好好想想。马赛克，不好！这页你都看了半天了，该翻页了。我在看画。给我看看。给。这是你的新手任务书。怎么都是空白的呀？
不知道了，我记得以前明明是有画的。TM 之盾可以抵挡恶龙的火焰，复活地点是杀死恶龙的关键。你确定这书没拿错吗？啊，没啊，这可是本大爷，哦不，是我独有的新手任务书。这任务你能搞定？嗯，嘿嘿，这个嘛，反正我也没打算做，管他去死啦。是你触发了灭世任务，而你又偏偏是一个一级的废柴，这也许不是单纯的巧合。不是巧合是什么嘞？或许你有着一些别人没有的特性。厚脸皮算不算？你倒有自知之明，除了厚脸皮之外呢？可是这个任务选择了你，这是灭世任务，一定不会如此的草率。我问你，你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找到傻曼。以你现在的能力，找到傻曼又有什么用呢？这么做应该不会被找到吧？这个乌鸦嘴！在外面抓到的，原来照明不错吧？艾米，你背后。这是恶龙的幼崽，别掉以轻心。大妹，大妹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哥，你不觉得下面少了点什么吗？不少啊。哇塞，好酷啊！你一直都是这么点火的吗？这里竟然有一个地下城。地下城是什么？
你理解成藏有宝物的迷宫就可以了。什么声音？不要紧张，慢慢后退。你不是说慢慢后退吗？是你先跑的好吧？是你，刚才他救了我，说话客气点。好吧，谢谢。部落主真是无处不在啊。哥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，没必要这种态度吧？你想我怎样？只有团结起来才能获胜啊！作为全联盟智商最高的我，这种事情我会想不到吗？恶龙是现在最大的威胁，虽然我们阵营不同，但我们有共同的敌人。这样的话。好，好，但我还有一个条件，离我妹妹远点儿。这是真死了吗？哎呀，已经好久了，看来不能复活是真的了。复活法术也没用了。先安葬了这只牛吧。这破地方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是你的肚子啊？我以为是你的。解决他，他早晚会吃了我们。趁我们现在体力充沛，那我先翻一翻食人魔攻略。戳他的脑袋。踹他的脸。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别闪开，快来帮忙！等我喝喝水嘛！别闪开，要死！以上十位会嫉妒食人魔，请尽可能避免。有你这样看攻略的吗？我来帮忙了。
他跑了，早晚还会追回来。在此之前，但愿我们能找到正确的路。哎呀，傻曼，你说为什么创始者会选择 MT 接受面试任务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哎呀，我觉得创始者一定是被 MT 感动了， MT 这么蠢，你说对不对？有你这么说自己伙伴的吗？哎呀，你不也每天都说他是蠢蛋废物牛的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了？我只是在鼓励 MT。 哼，你敢打赌吗？赌什么？你赢了我吃你的屎，你输了我吃我的屎。好。看金币正反面吗？你怎么这么蠢？我身边怎么总是这种又贱又笨又胡闹又神经，随时随地都在浪费钱浪费空气吃饭还没忌口的朋友啊？嗯，我听到了金币的声音。哦，如此说来，这也算是别人不具备的特征了。宝贝，原来你在这儿。怎么他也跑到这里了？还没听这杯阵。遇到你我还真是幸运呀。真可怜，你都变成这样了。对钱如此执着，也算特征吧。只好找牛麻子重新打一下了。快点跟上。沙曼，白天咱们打的赌还没有结束呢，我还有最后一枚金币，咱们继续赌吧。猎人，如果我没有让 MT 去做新手任务，这一切是不是就不会发生？ MT 也不会如此。就是就是，所以我们要消灭恶龙。你还记得你们帮我做新手任务的时候吗？你们会不会打脸？看我的！迂回包抄，悄悄接近猎物，看准了！靠，老子把你写得给面子，你别顾自好了吧！你走路看着点儿。我会让猎人赔的嘞！看我臂上恶牛扑食！
可是猪啊！你说谁是猪？这可是你承认的。MT，你找死！你当我是病猪，让你见识见识老子的必杀，狂吧！就你还狂吧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？我照顾了，还是很狂吧的。就你这个没出息的样子，怎么去完成新手任务啊？杀个一百级的龙，这什么新手任务啊？哼，怂货！你的杀死一级野猪任务做多少次了？你还有脸说我？当我吓大的？结果我到最后也没做完那个任务。就是就是，这都是 MT 的错。早知如此，我绝对不会让 MT 做任务。哎呀，那我们去打败恶龙恢复一切。哎，我的金币怎么还没掉下来？MT， 你这个笨蛋到底在哪儿啊？恶龙，醒醒，醒醒！恶龙朝着我们主城的方向飞过去了，我有不好的预感。冯川，通知大家准备出发，我们要尽快赶上恶龙。是，头。大妹，现在就去把小妹叫起来。她要是发飙了，我可不管啊。大家是时候团结在一起了。怎么了？这里也黑暗的，我有点怕怕。往前走一会儿就好了。你一点都不怕吗？冒险时间长了就没什么好怕的了。你看，前面有光。为啥我会害怕嘞？一般来说，越新的新手对未知的恐惧就越深。胡说，我可是老手。你看，我现在做个记号，万一走错了还能找到路，这就是经验。打肿脸充胖子也算特性之一吧。搞定。你的剑怎么发光了？这把剑你又是从哪里得到的？出生时就有了。看来冥冥之中自有定数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你除了炖土豆还可以打恶龙。好像飘出香味了哇！这可是新手村里卖的最贵的肉了，好烫啊！可惜啊，差一点就多出一个月的食物了。你是不是一直这么想？这把剑的光越来越亮了，看来实现你使命的时候就要到了。我之前用这把剑出了食人魔好多下，难道说他升级了？你看我厉不厉害？刚才那招叫十字飞盾。我们被困在这里几天了？三天。那家伙三天没吃东西，早就饿得头昏眼花，所以才会被盾牌一击倒地。否则，你真以为你能搞定他？什么？胡说！你有什么证据？看吧。奶奶的，害我白高兴一场。烤好了，可以吃饭了。等等，为什么？如果他醒了，又要浪费体力交战了。我们还是离他远点好。我们收拾东西上路，边走边吃。
你为什么给他肉？是你说他饿了的，饿了不就应该吃东西吗？真不知道你是缺心眼还是单纯。单纯，我似乎知道为什么是你了。什么跟什么？曾几何时，我们也是小白，怀着一颗单纯的心走向世界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。慢慢的，我们开始变了，变得急功近利，变得高傲自大，变得不再是真正的自己。我想，创始者的初衷并不是这样吧？可是，一切重新来过，我的小伙伴们就不在了。所以我们要阻止灭世任务，告诉创始者我们并没有改变。MT，靠你了。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呀。你的剑或许正在指引你前行。哎，剑好像越来越亮了。我们追到自己的主城了，没想到会带着部落的人回来。我还是第一次来到联盟主城。这么安静，不像有人的样子呀。不要管那么多了，我们准备进城。哎呀，这里的建筑风格真狂野。该死的恶龙，怪不得主城这边一直没有什么消息。大家分散查看一下，找找还有没有幸存者。哇，这里是最深处了，你的剑把我们带到这里了。好大的石巨人，看上去很厉害的样子，不知道动起来是啥呀。这边有路下去，跟我走。哎呀，应该是这个东西，但是乱动的话，哎，你干嘛？光被吸走了，解开了。这个世界的三位创世者，游戏规则就是他们制定的。传说他们的称号分别是严厉之策划者、高冷之美术师，还有苦逼之程序员。啊，都好难听啊。这里被恶龙搞得一塌糊涂，只有雕像完好无损，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他们是规则的象征，恶龙要破坏规则，为什么不摧毁他们？啊，准备应战。快
大家小心。这就是什么样？地面在晃，不是地面，看你脚下。好了，出发，恶龙就在那里。傻子，我们来了。发生什么了？难道MT 带来了援军。MT， 我们上。我们来处理这群小崽子。巨神被压制了，跑了！等等！
宝箱啊！MT 不会摔死了吧？哎呀，傻曼，你就不能想点好的吗？万一是摔残废了呢？都好不到哪儿去，好吧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摔死我了！怎么，金色的盾？我感觉力量源源不断啊！哎呀 ，MT， 你好帅呀！一级就能拿起金色装备，看到希望了。好，轮到我们了，布阵。我们还有阵法呢。我就这么一说，你配合一下会死啊！发生的事情，要是能重来一次，我一定带着新手彻底不走了。神魔部骑士团呢？居然挡住了。好 ，MT 你当坦克，小妹给他加血。哼，屁股小肿了吗？MT 不要怂啊，反正你死了还能活。真把我当炮灰啊？不管了，先干他。好机会，我们上。我难得出一次手，也不让我好好表现一下。为什么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？糟糕，纸龙机，快逃！骑士团，这就阵亡了。
尽力了。艾妮，很高兴认识你。阿玛蒂，我不要失去大家。老子和你拼了！和我一起回新手村交任务吧，我不想失去大家，更不想失去你。之盾可以抵挡恶龙的火焰， MT 每复活一次，这本任务书都会多一页空白，当他完成新手任务之后，这本书就不会继续保护他了。我才不信 MT 这么贱的牛怎么会被一本书玩死。这本书并没有写任务奖励是什么。明明是有任务奖励的，明明说了会回到家乡和公主在一起的。是啊，每个任务都应该有一个完美的奖励。
在你身旁，细数我们的过往，夜空的繁星静静看着我，把回忆都点亮。陪伴你的时珍贵的宝藏，失落的时候我会告诉你，别把勇气遗忘。好想能够有一天你飞翔在遥远蓝天，却是我最深的依恋。我们的故事唱了好多遍，每一句都让我思念万千，直到世界尽头也不能忘却拥抱你的瞬间。哦，这是哪儿？